继电动座驾普及之后，本国有企业专门生产电动垃圾车、校巴和货柜车，除了环保，还可引进具人工智能的运作元素，提升工业运输质素。经常有人赞叹摄影师捕捉动物形态最珍贵的一刻，优秀的摄影作品除了展现拍摄者的功力，还透过影像的美态和欣赏者沟通，令人更懂欣赏小动物。请收看星期三下午6:45及晚上10:20时代杂志的报道。